团 TWICE 今年10月将迎来出道7周年，所属经纪公司 JYP 娱乐今天正式宣布全员续约。好消息让 ONCE 嗨炸，成功打破7年魔咒。年初爆出成员子瑜单飞传闻也不攻自破。JYP 娱乐今天发出正式声明 ，TWICE 在今年秋天合约到期前 ，JYP 娱乐就已经和成员完成续约。TWICE 是让 JYP 娱乐在 K-pop 经纪公司奠定地位的关键角色 ，JYP 也是 TWICE 成为 K-pop 代表女团的坚强后盾。彼此因为信任作为基础，确信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，达成续约协议。JYP 也承诺会让已经成为国际女团的 TWICE 更加茁壮。2015年 ，TWICE 踏入歌坛就横扫音乐节目讲座和各大颁奖典礼，累计唱片销量突破1000万张，共有20支 MV 点阅破亿，成为女团中拥有最多破亿 MV 的纪录保持人，完全展现大势女团的魅力与影响力。能全员续约，真的是给 ONCE 们最大的礼物啦！